老九从云南回来了，打电话说今天要过来耍会儿，然后我就喊我媳妇儿安排伙食。我问他想吃啥子呢，说想吃这个肥肠鸡，然后呢就去买了一个鸡，买了点肥肠。但是我不得不说你一句哈，你这肥肠买少很了。两斤多钱？真的啊？少了。我这儿那个肉啊，还有点那个买糖去，买装的嘛呀，反正肉不够嘛，小菜虫噻。哦，你还当人家撇头？是噻，我买少啥子发呀子？把鸡来洗起来，把这肥肠翻出来，油弄来死了。今天就合适点死嘛，肥肠少些子的。你这油还是不少啊。反正都有办法。嗯，但没得。你买肠子嘛，反正看一下嘛，你点下来，这个油多的，俺房里头他油没钱。哈哈。肠子十几块钱嘛。确实是，确实是。二货贵的。你嘛，十多块一斤。你让人睡得清楚的，哪个肥肠都没买油的嘛？嗯，你说翻过来看。妈，他说那家狗都不吃。还有点淀粉，还有点盐巴，咱抓干净的，抓干净点翻过来再抓点。这是洗干净的。哎，老九来了，老九来了。你看嘛，整大包小包的整起来。哎呀，整老多了。你是啥子？那快递到手里耍，那是那个意思的。带些土特产啊。哎，有云南的东西。哦哟哟，真的是。哎，你那鸡我拿来嚼起香得很。哦哟，风干肉、牛肉啊。哎，对对对。哦哟。好嘛，吃起香得很。要得。你自己舍不得吃，拿起来。我在那吃的不少。我吃奶的。来，你去搞一坨，对，你搞一坨嘛。要的啊，你喝嘛。哎呦，那你搞嘛那个？看你扔的这些东西。哦哟，这是啥子哦？木瓜。啊？木瓜。木瓜还有小的。木瓜啊。还有。这么适合你不丢？那老九说这个木瓜是公子，说好吃得很，我马上切坨来搞来。说实话，没看到过，更没吃过。这我那是他卖的，跟我说的。重庆。就像江西话那些噻。那个。嗯嗯嗯。好好好。他唱的中间个腰子。川内没得没得吃的嘛，真的很。哟，从事这种样子啊？我第一次想，我都有点奇怪。我说城里头至少有让让有侄子那些噻，噶。啊。非常样都没得。有点甜。它那个淡味点的，但是慢慢吃起它是香的。你多吃点。你搁这吃。你笑啥子？那没吃过了吗？我说。下锅出水，来点葱姜料酒，来点老抽上色，把这鸡来宰里头。葱姜、盐巴、料酒，抓匀来腌制起，肠子搂起。哎，有点少了水啦。嗯，把鸡呢下锅爆起，肥肠呢切起。你就说这个糍粑煎得漂亮，你看。干嘛？整一坨嘛。等会儿了嘛，我说你今天来打腰子，你还亲自来煎，哎呀。哎呀，我要什么？对。肥肠下去炒起，佐料放进去，来点豆瓣酱。好，水菜你去烧起，藕倒进去煮起，起锅了。撒点葱花儿，快老九，开始做起了，做起了，快点，你的手来哦，老九，肥肠鸡哦，有没有？吃，这个你想吃啊？啊，不要降低啊，就烧干了点儿。烧肉味儿的好吃。我眼睛不实在，还腌了坨好喝的。是噻。我也快点。我都在留着。
当真的你那么好，那就其实我多演戏你还可以到处出去试装。我这样不是可以啊？我晓得，我会得很。嗯，反正我们开车开不好哈儿啊，开个多小时、两个小时就喊站不住了。哎，那个我们下一次，我们在那边我们约一下，这样我们打伙干。三个人换你开啊？换你开啊？嗯。到时候小周那个两边开，可以开你家过啊，可以开我那个，到时随时随时我们办事情嘛。哎，当真呀的？快嘛，那大不了约不到哪个。哦，不去就然后换一下。那这个人就是酿好酒，嗯，想出去耍，一夜子都得不了空。我觉得可以。你三个人开两个。那三个开两个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嗯。那小周一个人顶两个。嗯嗯。小周一个谁开两个？啊。那我们随时有。那我感觉你们休息的。啊。对呀，我跟你们说定了。啊。我们刚才这下会儿，你看学的时间就近了，我到时候直接朝罗汉岭开。要的。那个时候稍微短点噶，从短的开始，短的开始不就在？慢慢的锻炼啊！啊，一个多小时。啊，那一个多小时我得得行，得得行。鸡儿在。我的油汤呢？要的要的。哎，那个汤啊，汤都不冒劲儿，汤。